Hello， 姐妹们，今天来给大家更新一款超级高冷又显气质的小烟熏哦。我们先用一个暖黄色铺满我们整个眼窝，深咖色去过渡眼尾到眼中的地方，珠光墨绿色我们去加深后眼尾根部。这个墨绿它是珠光色，所以说我们用手去把它晕色开。下眼影我们选择深咖叠加黑色，两色叠加画下痣。眼头还有卧蚕的地方呢，我们选用一个高冷的银白色去给它做一下提亮哦。如果说大家觉得这个视频太快，你们学不会的话，一定要记得上方加号点关注哟。每天中午12点晚上8点半直播间都会给大家详细讲解一些化妆的小技巧哦。不会的姐妹一定要记得晚上8点半来直播间学习哦。记得帮小婷留下你宝贵的小红心加评论哦，爱你们，么么哒。快手，看见每一种生活。